今天吃爆辣章鱼足。这个是咱家宝宝给我打卡了6天的锡纸面，我终于安排了，尝一下。姐妹们今天吃的是油呛牛皮，食物了，麦克风没电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吃，期待了好久，终于到货了。到今天24号12点前拍，500克多给100克，1000克多给200克。抱歉了，姐妹们。
一会儿我重新录一个视频吧。喜欢吃蒜蓉口味的姐妹放心下单，有种蒜蓉粉丝的味道，挺香的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喽。今天吃一个什么？东北的牛皮菜根儿。我的是点点辣。